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平安，我们继续来分享上帝的眼目 Elisha Elohim。 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就是从岁首到年终 Meneshit HaShanar Ve'ach Ahalit Shana。 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从岁首到年终你是一样恩典奇妙的照顾。我们更知道当我们在岁首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宣告在我们一切的路程里面，欢迎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的生活十一字行中，使我们日日的借着你的恩典经历你的恩典，更渴慕爱你见证你的恩典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，就是诗篇145篇9节，生命记11章12节，诗篇84篇6节。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。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他们经过流裂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。感谢主的话语。我们知道不管一年一夜一日，我们都要时常在主的宝座，我们在他的施恩的宝座前来敞开我们的心，好让神他自己的恩典智慧聪明来引导我们。因为我们今生与永生的果效是在主的面前敞开，让他来洁净我们，让他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存一颗敬畏的心，让他的恩典他的属性来充满我们，使外在的引诱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我们的内心中没有地位、权柄、能力和作为。所以我们一个旧人的得救与新人的得恩啊，是完全在神主耶稣的宝血的生命里面得洁净与更新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质疑，特别在是这新的一月开始，而我们要迈向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们要迈向第二页了。但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要真正的悔改，从心里能除掉我们那刚硬的心，除掉我们那自我的精明和作为，除掉那些不属于神的，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肉心，愿意来告诉神，我需要你，在我每一日，我每一夜，我每一年，我需要借着你的恩典来编织我的生命，使我能进入上帝的眼目里面。当我们讲到上帝的眼目，我们就知道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。他能遍看全地，观看全地，查验全地，而随时的施行他的拯救。所以我们要活在上帝眼目祝福的中心，这是我的期待，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期待，在全能者的眼目里面绝没有损失。
哈利路亚，因为在诗篇一百四十五篇九节这么说，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。这也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都在他的善待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慈悲的看顾里面，我们每一个都在他至高者的覆庇里面。唯一的一个分别，是不是我们愿意再度的来到他施恩的面前，我们愿意再度的来到他至高者的居所，我们愿意来到他膀臂大能的翎毛的覆庇里吗？所以啊，我们第一个来分享的就是雨水滋润之地，林达哈夏麦的西德尔麦，你们要过去得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、雨水滋润之地。这里来告诉我们，一个雨水滋润之地的第一个就是过去得为业的那地。阿登奥弗林夏马斯雷里西达埃雷特，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奥弗林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过去。我们要来踏过去，我们要勇敢的踏过去这个来告诉我们 Offering， 也就是说我们要勇敢的踏过去。而这个勇敢的踏过去，是因为这块地是神所启示的、所应许的那地，而在那里，这里来告诉我们，像 Mars 在那里，那块地是神应许之地，要让我们承受之地，你知道吗 ？Lady Shida， 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去过去承受那块地 ，Alt 那块地，我们要怎么去承受？而神告诉我说，你们要过去承受那一块我所启示、我所应许之地，是要让你们怎样去承受的、去接受的、去分享的、去享受的。我们上一次有讲说，那是牛奶与蜜之地，那是神要我们来见证之地、分享之地，那是一块什么样的地？所以我们得与约那地是上帝的应许，牛奶与蜜的赐福。那么我们要晓得如何去挤奶，奶的不是这样子出来的，神预备了什么？我们要去挤奶，挤奶就是说我们要晓得去拿。神赐下了玛纳给我们，我们要晓得去捡、去收拾。其实这个玛纳的原文就是每一日的供应，每一日的 portion， 那一份神要给你的，你要诚实的去拿，你要诚实的去使用，你不能贪，你也不能越过。你诚实的去造神给你的供应，你能去吸收神的话语，你能吸收神的供应，你乐意的造神的方法去挤奶，把天上那种智慧恩典放在你的里面。我们晓得挤奶能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，他就将天上的活水放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晓得去挤奶，见证他的恩典，不但我们自己能喝得足，我们还可以供应别人。而我们晓得取蜜，
当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，我们得到这样发财的供应，我们得到经济的来源，我们得到我们工作所得的赏识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为了要囤积，来只是高扬彰显自己的能干，而是我们晓得取命。这个命就是甘甜，这个命就是感恩，这个命就是献上清洁的祭，这个命就是献上感恩的祭，把这个喜乐归荣耀给神，而且能分享在人的里面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感恩，我们生命存在的气息因着神的创造我们得以享受，我们生活的条件因着父母给我们的教育，给我们的供应和喂养，我们工作的能力因着同工彼此的扶持，因着儿女亲情父母兄弟的同在，使我们享受到人间的温暖，使我们享到喜乐，这种取蜜的恩典让我们身心灵能饱足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必须用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在我们的周围里面活出流奶与蜜的生活，而不是一个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单单图赢自己的喜乐而自己的荣誉，那虚浮虚华虚荣的只是暂时的，唯有那圣洁的话语生命的律法，使我们代代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得以长久。所以一个要过去得悦吸收那个神所承受给我们所立誓给我们的地，我们必须谨守真理，遵行他的教诲，我们不随从北神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了钱了哇就可以供应许多的神，这是一个贪婪，不以耶和华为喜乐，藐视耶和华的赐福，不以他为主必地来灾祸。因为神把祝福和作主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他愿意我们来选择他给我们的祝福，听从跟随上帝。流奶与蜜是天天的跟随，是天上地上的福和神所启示应许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过去那一个月啊。第二个就是有三哈利，有三是什么？三代表我们生活中的困难，三代表我们生活中的挑战，三代表我们生命中、生活中、工作中的一些困难和阻碍。这是必须来靠主的能力去克服的。三代表我们生命中的引诱，三代表外邦人他们用那些眼目的情欲、血气、人力来引诱我们的心离开上帝的恩典，那是罪的阻碍，使我们受引诱、所困难、所折磨。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这个三，也是神借着他的爱、他的应许、他的能力、他的话语，要让我们越过的，要让我们走过去的。当我们看到过去神怎么带以色列民，都是说神是在为你征战的，神是征战的神，不要害怕，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比在外面更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耶和华是为你征战的。
我们有没有记住这样的话语？当我们面对苦难、有山、有阻碍、有困难的时候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的力量，我们怎么能够超越过眼前生命的包袱、生活的包袱和阻碍呢？所以我们要得胜巨人，不是靠自己的聪明，乃是要勇于的面对惧怕，靠着主的能力。耶和华，今天你这所事之地是你所应许的，欢迎你与我同行同在，欢迎你借着你的能力欢迎我，让我在主你的手中与你同行。主耶和华为我征战，使我怎样能勇于的面对惧怕，不攀附外在的能力，而单单的依靠耶和华的带领，因为是他启示的所带领的地方，是他应许所带领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能宣告耶和华的同行。我们靠着他的能力，仰望他来走过去。那这样的走过去，我们必须洁净我们心中的洁净，必须怎样？必须借着神的宝血、神的遮盖，洁净我们生命中所有不属于神的东西。好了，我们能真正的经历主大能的同在，使我们的内外都不颠覆，也就是说，使我们的内外不因为罪而跌倒，不因为引诱而跌倒，而我们靠着主，我们里面充满了圣灵的能力、护佛的能力、全能者、至高者的同在，我们就不容易颠覆，不受攻击，而能勇敢地走过去。这是一个专心的遵守。我们唱一次，讲到遵守。我们上一次讲到遵行 ，shimaden， 阿西等，都是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遵行、遵守，他就必与我们征战，他就为我们征服。当我们屈膝祷告的时候，他才天使天君在为我们征战。今天我们同样的要祷告，我们举起我们的手说：主耶和华，除了你我们还有什么能力呢？除了你我们还有什么能源？愿你来为我们征战，让我们每一天每一日每一人的脚步都在主你的同行。主啊，我们高举你的名，愿耶和华得胜的旌旗伴与我们在每一天每一日。所以在生命中七章二十一节，他说：你不要因他们惊恐，因为耶和华你上帝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上帝。也就是来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遇到困难，当我们遇到阻碍，当我们遇到试探，当我们遇到那种啊，几乎我们不能穿越，我们不能走过去，我们不能超越过去的时候，你们不要惊慌，你们不要惊恐，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在你们中间。哈利路亚！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情况，不要惊恐，耶和华在你的中间，有耶和华在你的中间，他是大而可畏的神，他是大而可畏的上帝，他是万族之主、万王之王，有谁能胜过他呢？让我们的谦卑仰望他，让我们放下我们自我的依靠，再度的来仰望神。生命属于你，气息属于你，得获财的能力属于你。耶和华，我愿意仰望你，求你带我过去，让我能超越我自我的软弱和罪孽。我愿意降服，医治我，修复我的生命，重新的踏上新的道路。哈利路亚！
第三个，它是有骨 ，will be cut out， 哎，就是告诉我们有骨，有骨就是其实就是低谷啊，平原啊，平淡无味的人生啊，啊，没有意义的人生。有骨，哎，可以说是一个旷野之地，是一个沙漠之地，是一个干旱无水之地。有骨呢，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干谷。我们知道有很多地方啊，它那个地啊都是裂开的，虽然它那里是一个谷，但是没有水，是低谷，是让人看到没有生气的地方。我们就必须有耐力的，有勇气的去克服，我们不要停在那里。是因的幽谷不是要让你停在那里的，刚才我们所讲的，他说啊 ，flee 就是要让你过去的，要让你穿越的，要让你怎样踏过去的 ，throw over， 把撒的，啊 ，flee， 哈利路亚！我们一生有许多我们要必须要经过的，而且这个经过的道路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道路。它都是在我们忧伤、无力、软弱之时，它都是在我们绝望、没有帮助的时候，它都在我们生命面对死因幽谷的时候。谁能真正的在你的身边，随时随刻的看护呢？岂不是耶和华的眼目呢？所以我们要晓得耶和华的眼目，他在看顾我们，他在看顾此地，他在看顾我们的心，他在看顾我们的食衣住行。我们不能让罪停留，我们不能让恶保留，我们不能让我们那贪婪的心啊被拥有。我们要离开黑暗的埋伏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靠着主来带领我们穿过去、越过去，借着基督的宝血来洁净，除去这所有的阴霾、所有死因的幽谷、所有干枯之地，让我们所有那些平淡、使我们犯禁、无所事事之地。好了，我们能耕耘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的里面借着神，我们这块心地能满了神的同在、恩典的见证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呢，大山小山可以挪开的，靠着主耶稣，我们是可以挪开的。也就是说，大困难、小困难、大阻碍、小阻碍，我们都要靠着神来中过，让神除去我们生命中那罪的阻碍、那恶的阻碍、那贪婪的阻碍，让神的能力来充满着我们。狂风暴雨都是暂时的，我们都是可以制服的，靠着神的恩典的忍耐，躲在至高者的荫荫处，等待他的呼召，等待他的裁判。我们要晓得，当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，你不是在外面受风受冻，而是你晓得躲在至高者全能的荫下，让上帝的眼目来查验我们，让他来看顾我们，随时的来拯救我们，脱离在这个世界上的忧苦。好，让我们不但晓得极难，还能活出如命的生活，见证他的作为，把他给我们经历的日子里面能活出喜乐的见证，而不是活出苦毒的见证。我们经历苦，我们经历烂，我们就是要经过苦和毒烂，就是要来彰显神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，在苦难中经历他的拯救，在忧伤中经历他的安慰，在乱落中经历他的坚强，使这一切的机率成为我们的喜乐。因为靠着耶和华的力量是我心中的喜乐。哈利路亚！
这岂不是神应许给我们的生命吗？哈利路亚！所以他要救我们的命，脱离死亡，离开死因的诱惑。你一定要宣告，你一定要降服，你一定要让至高者的光来进入到你的里面，除去你生命中所有死亡的阴霾。复活的能力就必在你的里面生起来。哈利路亚！这岂不是我们所信靠的神吗？这是我们要来宣告。若是你在疾病中，若是你在苦难中，若是你在卑微中，若是你在绝望失望中，亲爱的，只有主耶和华能救你，脱离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使你能在饥荒中存活，使你离开死因的幽谷，唯有是他。哈利路亚！当这个世界上的医生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当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当你的亲朋你好友离开你的时候，唯有他能让你战胜有山有谷的人生。哈利路亚！所以他要救他们的命，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。这是诗篇三十三篇一九。起来吧，求告他，接受他复活的能力，接受他宝血的遮盖，降服于他，你必得见生命的丰盛，重新的生命。第十个，雨水滋润之地，哈利路亚。你们大哈下蚂蚁，第十地儿蚂蚁。这个雨水滋润之地来告诉我们，是因为我们要经历过高山和低谷的对付，我们要经过苦难忧伤的对付，我们要经历阻碍和死因幽谷的惨烈。因为这样子，让我们的信心能悔改，让我们的盼望经过了忍耐，让我们的爱心的付出，不是一救而成的，而是靠着神恩典宝血的修复，神灵命的修复，不是因为我们的义，乃是因为他的灵命，我们信靠他，我们才能存活的。世界上这么多的忧难、瘟疫、苦疫、毒疫、不良人的网络、世因的幽谷、阴间的权势，其实我们能力可以做的吗？当我们宣告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，他的万军就要来为我们征战。当我们宣告耶和华的能力的时候，他的眼目就要来看那一个在求告他，他就要把他拉起来。主啊，我们就是求告你的名，我们是你所拯救大能大力所拯救的百姓。亲爱的弟兄们，这就是我们一年要去，我们要面上，我们要经过的道路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能力，就是靠着主的恩典，认识所有神的爱，要在恩典里来修复我们。他是一个新生机的神，他是一个修复的神，他是一个开路的神，他是一个来完成他的应许在我们生命中的神。我们必须认识这所有的苦、欲、乐，是隐藏着他生命的丰富要给我们的。不要害怕，来到他面前，让他来带领你过去所有过程的低谷，有山有谷的都要成为雨水滋润之地。哈利路亚！这雨水不但要滋润你，要洗涤你，而且要来丰盛你，使你的生命中不再是一个苦感，不再是一个苦毒，不再是一个埋怨的心地，而是充满了雨水之地。这个雨水之地，这里来告诉我们说，林达哈夏麦因，这个哈夏麦因叫做从天上所下来的水，而且它这里叫做迪西德尔麦因，是迪西德，就是可以饮的水，可以喝的水，可以让你得到医治的水，更
心的水是生命的河水，这是第二项脉。天上的河水，哈利路亚！这个林德哈夏麦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有生命的水都是从天上而来，而且是一个可以让你喝的，可以让你享受的，可以让你的心分享的。德西德麦，活水。能饮的水，而不是又脏又充满了污秽，又充满了空气污染的水，充满了苦的水，麻辣，而是义灵的水，经过神的宝水所洁净，经过诗人的宝座所充满的水，所以使我们所有的过程的低谷成为活水的泉源。聚集的地方，雨水滋润之地，雨水聚集之地是一个活水从天上来，可以分享，可以流出滋润大地的水，滋润人心的水，使我们的身心灵被滋润，我们的被圣灵的浇灌，我们能更新。我们能活出希望，我们能活出兴旺爱，得天地的赐福。所以诗篇八十四篇第六节他说，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，盖满了全谷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所有所说的谷，所有山的阻碍，所有谷的侵害，是为了我们经过这流泪谷，使我们这个里面的谷，我们的心地被人寄居全人流水之地，分享之地，爱的天地，使我们得了这秋雨祝福，也能盖满了千古。哈利路亚，盖满了所有的在你周围的人，让他们得到这生命的更新，生命的喂养，生命的赐福。哈利路亚，这是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。虽然那是短短的一节，但是它是充满了神的怜悯。虽然它是短短的一节，它就是充满了神的恩典。虽然它是短短的一节，但是它来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年所要经过的，我们必须活在上帝的眼目里，让它来滋润我们，让它来祝福我们，让它来眷顾我们。哈利路亚！愿这样的恩典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彰显，愿这样的恩典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来重复，愿这样的恩典就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在雨水滋润之地不枯干，让我们要认识，要思想主的管教，大能的宝贝，我们从苦难带出来的，他要把我们放在雨水滋润之地，他奇妙的看顾，爱的救拔，要救离我们，脱离倒闭，脱离失去，脱离一切黑暗的攻击，适应的幽谷，给我们生活的尊严，给我们生命的能力，给我们生命的见证和气息。他的信实，他启示的应许是没有人可以作弊的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安静的再度的告诉神，神啊，愿你的眼目来看顾我们，来更新我们，来洁净我们，也来带领我们，欢迎你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，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
四篇三十三篇十八节，愿我们来领受他的眷顾。感谢主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恩你，愿你自己的荣耀来充满，愿你自己的恩典来充满，愿你带领我们所要经过得业之地。主啊，虽然有山有谷，但是我们要来承受雨雪之人之地。主，欢迎你就在我们的里面来同行同在同喂养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